哇塞，各位外面看的，哎呀，布袋戏，布袋是家里的一个地方，那个戏是布袋那个，就是布袋戏啊，布袋戏，哎呀，布袋戏，哇，哇，你说这个，恣意的逛了起来了。我们是那个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是小豆，阿爷呀，阿喜，哎，丁丁，对对对，我们这里算是一个叫做布袋戏主题的一个饭店，为什么会想要用布袋戏主题做饭店？其实这栋建筑它本身就是由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先生他在1980年的时候所建立的。哪一个大师？黄俊雄啊！黄俊雄哦，你没听过黄俊雄吗？其实好像我跟 Justin 应该对这个是没有办法。当然当然当然，你们不可能听过，你听过我就觉得太荒谬了。那就很荒谬了。对对对，因为黄俊雄1980年，1979年嘛，我一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师，哇，盖了这一整栋。对，哦，他是上面。在这边，这里是虎尾的第一栋电梯大楼。虎尾的第一栋电梯大楼，这个已经是我第二次，我已经住过鹿港的第一栋了，我现在又住到了虎尾的第一栋，还没有住到，不，请问一下我们。对，请问重点来了，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来这边，就是用打工来换宿？刚好我们楼下餐厅有缺型男大主厨，还有萝卜教练，那就找到啦！你看我跟你讲啊，那你童年都幸福、哦。你缺的东西刚好我们都有，你知道吗？那所以意思就是有机会在这住喽。当然没问题啊。我跟你把东西先放了，就占地盘。对对对，好。哎、欸，不是放这里，你要睡这里、喔。我不是放这里，放了就睡这里。他是用睡的，我们是惯例，都是直接丢了就要睡。哎，你去看一下嘛。可以、啊。好，谢谢谢谢，麻烦你，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那我们这边请。好，真是碰到好咖。房啊，它是在地上哎，深哎，这个房型就是我们的深房，深房房，深房就是的房型是由布袋戏的六个角色作为区分，生旦净末丑杂，生旦净末丑杂，生在布袋戏的角色里面，它指的是男主角帅哥，对。我现在看也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你那些瓷砖，我对瓷砖也还蛮有研究。像地板进来是马赛克砖嘛？对，马赛克砖你用的是蓝色、黑色、白色、灰色配起来。哎，我们往那边看一下，它墙壁上的很可爱。在传统的戏服里面，是云朵型的刺绣，云朵具代表性的花样。所以在深房，我们就会云朵型的花砖来带它的角色特性。在深呢？角色里面身上就是有这一些，是一个代表性。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这是丑房，丑房，哇！我们来看一下丑角用的瓷砖，我们的每一个分别的设计，哇，好可爱啊！在布袋戏里面的角色，它是属于丑角，是它是比较诙谐的角色，是的。所以在丑房，我们用的是灰黑色型的花砖，再去带它诙谐，但是又活泼的意象。真的是灰白，图案活泼。来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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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舒服哦。哇塞！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吗？你在看什么？谁先站到就是谁的，对不对？我先站到了。我们两个都站完了，哥，我就是床，我就是，我已经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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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我的，我已经坐了，但我的沙发也很舒服啊，很舒服吗？我觉得很适合三个小狗，我看一下，哦，很舒服哎，哇，没有位置，对不起，讲我觉得还好哎，我觉得还好，其实，所以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决定。我们自己分配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自然分组，常常这样子。你们进房的设计是用什么？进房，它在布袋戏里面的角色，它是属于武将。武将，所以在进房，我们有用高耸的格栅去代表武将威猛英勇的样子。哦，对，它就是展现它的威猛。进，然后还有蛋呢？蛋房，蛋它就是属于女性的角色，它使用的色系它会是比较温暖的木色。对，那在使用金属砖去做点缀，就像是女生化妆一样。化妆一样啊，布灵布灵布灵的这样子。还有香水。OK。所以你今天就两件给我们而已哈。那就看你们表现喽。
哦，他说我们要写工作，认真一点，写工作，那很决定，搞不好认真一点，我们三个就不用再挤一间了。好了，不要闹了啦，走了，工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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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衣服穿起来，把衣服穿起来，不要再想盖的问题。好好好，哦，所以我们现在哦，今天的打工下去要在楼下是不是？对，楼下，上班了。Justin 跟阿奇丢外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把厨房出很大的意外。对，只要是 Justin 厨房一定会出意外，好吗？ Justin 不要进厨房， Justin 就负责外场。那我来炒菜，那我来准备饮料，你准备饮料。Go 走。当客人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向前跟客人说，请问是有定位还是没有定位的？哦，好。之后帮客人带到位置上。之后帮客人的水放到客人的桌上，要跟他说白开水可以使用。之后帮客人开杯，之后开杯是什么？就是帮杯子，我们是盖着的。哦，原本盖着的杯子把它打开。我们要帮他们倒水吗？好，我们可以帮客人顺手帮客人倒一下水。OK。之后我们就跟客人说，请问这边。那我们现在在准备所有客人的饮料啊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我这边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水果？今天有凤梨啊，有。有红葡萄，有苹果，有橘子，那我们应该先装冻梨开始。所以今天是如果想说大湖的冰沙的呢，我应该就是要换一下口味，我要把凤梨再加红萝卜，它吃起来很甜，再加我们的台湾的凤梨是偏爽偏甜的一个水果，应该那个组合会不错，这些不用特别加糖，会比较健康。那主管，我们现在应该要先做什么？好的，我们那边已经有十位客人在那边坐定了。好多人呢，准备来去为他们桌边服务跟点餐。Go！ 哎，老师，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我是为你们做服务的，今天的服务生，我是阿喜。我是贾斯汀，你好。那现在先帮你们做一个倒水的动作。那大家刚刚有看过菜单了吗？有，饮料一下。菜单上面皇冠就是推荐餐点。对，还有红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辣椒。对，辣的。所以如果你不吃辣，你要记得哦，先看这个哦，才知道是不是辣的。但我们今天哦，有一个我们自己很神秘的帅主厨特餐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啦哦。然后饮料的部分呢，今天有一个特调，是什么特调呢？五羊哥哥，他有一个养羊特调，也欢迎大家给来享用哦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为你们介绍完，你们可以先考虑一下，我们等下会再回来为你们服务哦。你们有任何问题就说，贾斯汀过来。哦。贾斯汀过来。真的耶，职业病了，职业病了，反应好快。意大利面，简单哈，我跟你讲，厉害的就是这个。今天吃到我炒意大利面的人，你是幸运的，我们就两尾虾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把需要熟的，我们赶快先让它下去熟了。给你几颗可丽哦。我想炒意大利面哦。青草要好吃，蒜头要够多。我们亲爱客人们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决定好要点什么样的餐点了吗？我要一个战斧猪排。好，战斧猪排。OK， 其他人要什么呢？四件香板煎牛排意大利面。真是太内行了，没问题。我要吃这里隐藏版的剑香炖鱼炖饭。隐藏版的剑香炖鱼什么墨饭？再说一次好吗？因为好像没有写。没有。剑香墨鱼炖饭。剑香哦，剑香墨鱼炖饭是不是？哎，先写下来。好，那我们来去为你们点餐喽，请稍等一下哦。好，你们都选的非常的棒，绝对不会失望。好，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。OK。炒意大利面的诀窍就是你的面跟空气一定要有接触。我
盐讲一下，盐来一点好了，巴西里干燥来一点，巴西里一定要，意大利面就是一定要巴西里。菜出了，你记得谁点什么吗？旁边那个妹妹她点的是这个。这个我记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隐藏版的。芥香墨鱼炖饭。对，芥香墨鱼炖饭那个妹妹的。然后这个，哇，这是我点的吗？芥香牛排意大利面。哦，对，那个漂亮姐姐点的。哎，上菜哦！哎，妹妹，我跟你讲，隐藏版的。好难找哦，我整个冰箱都翻过来了，但是我找到了。你要不要自己煮哦？还有战斧，战斧，你是哪一国家的战斧？我这个是台湾的就好战斧，只要台湾的漂亮。那请问一下，我的芥香牛排意大利面是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选到错边了。那我这边让过去啊，在这里可以吗？请慢慢享用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的服务生不小心跑去台北了，对不起了。那稍等一下，其他餐点马上就来了。来哟，这叫我们的，这是什么？帅主厨专制意大利面。这个是帅主厨特餐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太好吃了，我差一点把它吃光了。到这边之前呢，这帅主厨特餐呢，其实我们也是蛮猜不透的，因为变化万千。这个也是帅主厨特餐，那个也是帅主厨特餐，但料理的方式各有不同，请慢慢享用。我们的后面还有，我们的厨师很难控制了，然后就是看他的心情，所以你们吃的都是他的心情了。所以是隐藏版中的隐藏版哦，请用，请用。小心标签了 ，OK 了。可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冰沙，冰沙，冰沙，我在想那个比率，冰沙不就是冰块下去打就好了？对，没有没有，那个比例很重要。哦，那是什么比例？跟我们透露一下。没有比例，没有没有做过，所以我在想。比例很重要，没有比例。行不行啊？可以可以。他那么多水跟我讲要打冰沙。太多了，没有了。我在想客人，因为我本来要做十个杯子，可是后来就是你一次就要打十杯，对。对，我建议是你三杯三杯来，你一次打太满也没有办法，相信我，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我想还好有我，他还好有我。哎，但这颜色起来一定很漂亮，这颜色一定漂亮。对，你要不要给他一点 banana 我上面？不，然后有没有 banana 再加这些一定会好坏，因为它的味道是涩涩的，这边是甜爽。我只能尊重他了。我相信，我非常相信他。除了刚刚他对于水的比例我比较不相信以外，等一下，不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，你不能把这个弄，这个会搅坏掉啦。这个棒子不是这样用的，是。会坏掉，会坏掉。来，我稍微跟你讲一下，机器打开的时候啊，你有看到我的手吗？对，我有点悬空，不能压，你下去就会断掉，就是它会这个地方会直接破掉。这跟我家的不一样吗？啊，都大洞。我觉得可以扎得很深，但就不会断掉，就会变这样。你有看到？我刚在救它。哎，我没有变过，我刚在救它。不是，我不担心这个断掉，我不担心这个断掉，我只担心喝到的人喝了什么。好多屁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OK。我看一下这个是需要加糖。有点淡，我说了，还超久。你觉得应该再加一点什么？味道会上来？奇异果。奇异果 OK。哦，那意思我们来试一下奇异果，再上奇异果跟苹果。好，加。刚刚是由阿喜跟贾斯汀帮你们送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
在你们喝的现在是由我们的五羊，五羊帮大家介绍一下，对，打的果汁。其实我们的这一壶，我帮它取个名字，叫什么？叫热情热带灰狮的新鲜水果。OK， 来，听不懂的请举手，听不懂的请举手。好，现在就举手。不是，不是，这不是养羊，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耳朵。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。热情，混血的果汁，热情混血，是不是？哎，可是其实他们全部的人都知道另外一个名字，一二三，养羊特调，对，把这养羊特调不就好了啦？请用，大家请享用，对，那边吃可以着喝。但是我刚刚有看的那个，您吃的这个蛋还可以吗？非常好，是不是？对，非常好。多汁，真心话，我觉得你真的讲的就是完全发自肺腑内心。那你讲这些话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让一个人听见。因为他今天呢，我们能不能住在这里，完全就看他了。我刚刚有问了这位客人，再说一遍。肉弹 Q 软，要多汁。你跟这个表情，因为他真的是果汁还没上的时候，他已经吃完了。但是他不是主厨特调，他是主厨经典，主厨经典的餐。对，问一下他们，谁有吃的主厨经典？有没有吃主厨经典？举手。等一下，怎么样？吃的如何？我看你这个满脸就是欢喜的笑容。非常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嘛，是不是也好吃？好吃，好吃，非常好吃。有没有？白汤是白的满意，是不是？既然大家都说非常好吃，那就 OK 啦，是不是？哇！谢谢大家的配合，谢谢。那这个我们刚服务的部分也还 OK 吗？非常好，谢谢，好好享用你们今天的晚餐还有果汁，希望你们有个愉快的夜晚。谢谢帅主厨，不好意思哈。坐在沙发上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